原名为广慈医院，因应历史变革而改名为瑞金医院，现今附属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。院内多栋建筑是古迹，建立于1920年代，由法属天主教会创办，在当时是亚洲地区最大医院，历史意义非凡。百年来培育出无数优秀医师住院。院内最著名的古迹是八号楼，建造初始为先进产房，今日已改作行政大楼。三层楼房使用文艺复兴风格，经过重重考核，2004年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。路过别忘了敬仰医学先进的付出。